照，不要照到我。我不，我拍那个。对，没关系，不要照，你自然不要照。我都现在都尽量不照了。不要照。这个比旗鱼肉还要贵，对不对？没有旗鱼肉，旗鱼肉比较贵啊。哦，旗鱼如果是时候哦，季节性的，正是季节的话，那价钱差很大，差很大。哎，所以现在不是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不是。现在的旗鱼是已经过时了。哦，啊，现在是这个鱼也转是正常的。平常这个时候。这都是渔场里的哦。那这是野鱼礁吗？不是啊，这是它的胃。胃哦，胃。会这样子哦，我们切下去吃。那结果是看那平时子。干啦！这位好奇，对啊，他不然偷图啊，好奇，你是这位好奇，嗯，来，台湾公鱼那几样，你那海湾不讲是多啊，你几片啊？哎，好啦，要讲啊，你好啦，好啦。所有的旗鱼类，这种鱼哦，在肠子最好吃，肠子最好吃，最好吃，肠子跟肚，肠子跟肚，寄生最多，和煮熟没关系啊，寄生虫都是麻油下去煮吗？不用啊，不用，快炒就可以，快炒就可以了哦。所以这个白白的是它的寄生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这是什么？是的寄生，那个在肠子里头有，那个肠子里面，那是那个最营养。我们讲的说说是蛔虫，蛔虫哦，线虫，一种像面条一样，卷卷的那种。蛋也好吃，蛋，但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蛋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。哦，这是它的蛋。你这个蛋呢，把它放大哦，它也不会散掉。哦，不太一样。这简直是奇鱼蛋。这个季节比较多蛋吗？还是这个季节就是有蛋的，最有蛋的时候。但有蛋的时候，肉它的旗鱼肉就不是最肥的时候嘛。
不会，因为它游蛋才会来，平常抓不到。哦，平常要到外海去。对，平常这个季节的海，就靠海。哦，因为它带蛋的，要准备那个。就是说，马上抓起来，马上杀。所以说，这个吃起来就很好吃啊。如果你是那个冰过，抓了冰了两天，你还要抓这个，来不及了，是不是有味道？哦、太粗了，它土。哦，它在有没有现杀？嗯，啊现，不然你抓起来就把肚子刮掉了。嗯，它、啊、整理一下，那个就不会。嗯，啊、他们这整条上岸还要，哦、嗯，还要标完，还要卖，嗯、卖再处理的话。他就吃起来品质就差了，嗯，还来不及。这个，它这个地方就是，都相当了。肠子记，肠子最多还是胃？肠子，肠子最多，肠子还胃还好，胃还好，肠子会比较。这只还好，因为看起来还好。等一下，它尾端。嗯，尾端了。对。啊，你这是胃哦，哎，胃哦，嗯，鲫鱼的，嗯，还算鲫鱼。这蛮好吃吗？浓厚些，美味哦。嗯像炒瓜牛肉一样，瓜牛，瓜牛肉，像炒瓜牛肉这样，炒瓜牛肉，用炒差不多，刚刚三杯的那个意思对吧？不用三杯，三杯不多，直接用煮菜，爱快炒。炒瓜牛肉就难，很难想象。可能不是那年代，没有吃过。你是几度而已是？对啊，你几家都能。其实你。自己家弄的，你觉得还好？哦、真的、哦？啊，我都会，我拿掉了。我只，我看看你怎么。对啊，你头拿掉就好了，头比较没肉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回去那个头反而反而麻烦。嗯，它这个刺会多吗？不是啊，那个刺还好，刺还好，嘴巴剪掉就好。嘴巴剪掉哦。他就教你专业的，不要被咬到。我已经拆拆了，掉下去没办法了。现在可以把它剪一剪带回去。因为你就带回去比较 不方便，还好这条看没有什么事啊，嗯，蛮干净的。我几张呢？我今天切旗鱼，快炒。哎，也能买快炒吗？都一起都可以，一起炒一炒，切一切上去，切断再炒。不刮伤你。好了，旗鱼内脏碎。一个带牙刷。啊？一个带牙刷。牙刷不够力。真的，哎。是网络上都有啊，这种专门刷刷这个。啊，洗一头，洗一头。哇，切掉啊。嗯。爸爸送你的蛋蛋要留吗？要。哇，好新的，好新的蛋蛋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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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这个可以吃哦，这个可以吃，这个好，这个白好吃。怎么吃？吃的没有肉，什么好吃？这我骗你了，猪肉。怎么吃？嗯，好的吗？煮汤。对，很好。煮汤吃。好了没？这样会不会太大？这个嘿，够够够够。你煮汤。把刀剁了，我放里面看一下。卤了等干了，咱做回去得呗。你给你买不能来，洗。好了。好。你们公布对了。